来到 Apple 说明书没教你的事第三期。今天我们来聊聊 Apple Watch。前两期我们讲了 Mac 和 iPhone，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看了大家所有的评论，有的地方可能讲的不够细，我也担心说太多会啰嗦，所以如果有不明白的，欢迎留言或者私信，我都会回复的。这期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日常优化，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设置习惯，让 Apple Watch 用起来更顺手；设备联动，看 Apple Watch 在苹果生态里能和其他设备玩出什么花样；表带推荐，聊聊我日常佩戴和运动时候的两款表带。话不多说，让我们 Let Go。Apple Watch 屏幕小，信息量自然比不上 iPhone 或者 Mac， 所以我会根据不同场景切换表盘。日常使用，我默认用加州表盘，因为它能放很多信息，比如日程、日期、气温、健身圆环等。台湾一看，日常需要的信息全部都有了。需要刷二维码时，我会换个表盘，把付款码和乘车码直接放上去。Apple Pay 虽然更方便，但有些店家只支持二维码支付，这时候就只能乖乖扫码了。如果你的 Apple Watch 没有 eSIM， 也可以在支付 App 里开通离线支付。不过有些小商家只支持扫顾客的码， Apple Watch 没摄像头，扫不了对方的二维码，只能让老板来扫你的。这对爱人来说确实有点社恐挑战了。Oh my god！ 除了二维码支付，你还可以用 Apple Watch 乘车。如果你城市支持交通卡，打开设置钱包与 Apple Pay， 添加交通卡即可。如果没有本地卡，只要你城市的公共交通支持交通联合卡，也可以添加使用。不过就没有本地的乘车优惠了。我把交通联合卡的可用地区和交通类型的相关信息放在评论区了，大家可以自取。当然，如果能顺手给个一键三连，那就更好了。你添加的第一张交通卡，它会自动设为快捷模式。如果有多张卡，它也会自动识别本地卡。比如我用深圳通和香港八达通，它们的计费是互不影响的。要注意 ，Apple Watch 和 iPhone 上的交通卡是独立的，不会自动同步信息，但你可以把 iPhone 的卡片转移到手表上使用。使用交通卡乘坐公交、地铁、轮渡等公共交通时，只要把 Apple Watch 靠近读卡区域就能刷卡，无需额外操作，比掏手机和打开二维码支付更方便。不过有个小问题，很多地铁闸机的感应区都在右边，而我习惯左手戴表，每次刷卡都要伸手够过去，有一点点的别扭，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理解万岁。如果你只能长按屏幕切换，那可能是没有打开清扫切换表盘功能。打开设置时钟，开启清扫切换表盘，这样支付时只需要左右滑动，就能快速的切换到扫码界面了，效率直接拉满，不用在小小的屏幕上手忙脚乱了。 Apple Watch 也能帮你屏蔽打扰，你可以设定特定时间或打开某些 App 时自动进入到专注模式，这样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的界面都会变得更简洁。比如 iPhone 只显示待办事项， Apple Watch 只显示时间。我在 Mac 上剪辑视频时，设备会自动进入专注模式，瞬间进入闲者时间，提高效率。稳住呀！你可以把常用 App 固定在小组件中，这样悬挂表挂就能快速找到，而那些根本不会用的 App 可以直接取消在 Apple Watch 上的显示，让主页更简洁。当你在听音乐或者看视频时， Apple Watch 会自动显示媒体播放器，但有时候你只是想看看时间，还需要手动切换回表盘，你可以在设置智能叠放媒体 App 里关闭这个功能，这样听歌时默认还是会显示表盘更方便。另外， Apple Watch 的双指互点手势也能提高操作效率。 Apple Watch 9、10和 Ultra 可以直接在设置手势里开启互点两下功能，如果是老款 Apple Watch 也可以通过辅助触控实现类似功能。设置辅助功能、辅助触控手势，把互点设置为显示小组件，互点两下设置为轻点。如果怕误触，可以改成紧握两下触发，这样抬腕后握拳两次才能启用辅助触控，更精准。Apple Watch 在苹果生态里的最大用处之一就是作为解锁工具。解锁 Mac， 在 Mac 的设置、触控 ID 和密码里开启使用 Apple Watch 解锁应用程序和 Mac， 这样当你打开 MacBook 屏幕时，它会自动解锁，手表还会震动提醒你，体验可以说是一流。不过我在 Mac Studio 上会关掉这个功能，因为不知道是灵敏度太高，还是我走路姿势不对，有时候路过电脑桌时，手表就会莫名其妙地帮我解锁 Mac。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解锁 iPhone 这个功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虽然现在 Face ID 已经能识别口罩和眼镜了，但如果同时戴着帽子，有时候还是会解锁失败，这时候用 Apple Watch 直接解锁会更快。 iPhone 反向解锁 Apple Watch， 在 Apple Watch 的设置密码里开启用 iPhone 解锁，这样当你刚戴上手表时，
iPhone 识别 Face ID 后会自动解锁 Apple Watch 并震动提醒你，这对于表带戴的比较松的用户来说非常实用，因为手表可能会误判已经脱离了手腕，导致频繁锁定，而这个功能可以避免反复的输入密码的麻烦。关于表带，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问，我也分享一下我日常用的两款表带，放心，不是广告。日常佩戴表带，我用的是一款弹性编织表带，佩戴舒适，适合全天候使用，包括睡觉。唯一的缺点就是连接手表的地方是塑料材质，手感不如金属的精致。不过相比 Apple 官方的单圈编织表带，这款多了一个磁吸扣，可以自由的调整长度，适应不同手腕尺寸。而官方的单圈表带是固定尺寸的，可能有些人戴的会不太合适。运动专用表带，这款洞洞表带采用类似硅胶的材质，表扣经过改良，比 Apple 官方的更牢固，适合跑步、游泳，佩戴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透气性还不错。但如果长时间佩戴，比如戴一整天或者晚上戴着睡觉，透气性就不太好了。天气热时可能会闷汗，甚至引起皮肤过敏，所以这款表带更适合运动时使用，运动完后直接随洗也更方便。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